哎，你看又急，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？ 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说我抓到你了啊！带的火，带的火，一级有点不好跟他打，他一级可能要强压我，还带了个那个灵光披风。他应该不会漏经验吧？他漏经验了，没漏。我的大斧早已饥渴难耐了。这学艺也打不到了，没事，走就行。行动吧，回头。大的点还用过来，彻底消灭呀！别急，看看他的一级团闪现交过了。这家伙也想卡六级干我。我正要去。这个意是什么意思？有闪现拉一下吗？哦，可以，反切这个，开机跑了。这可是宝贝啊，我来刷一下吧。锁住，艰难的锁住。我正要去。可能有人会反打，反打不了啊。他他妈从刃从这边出来的，我往这边走到他脸上，我第一拳打不到他，不要被他戳死的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没必要送个头。行动吧！什么？哎呦，你小子伤害还真不低呀！
不是哥们儿，伤害这么高吗？伤害好高啊！这是平 A， 我打不过他，我感觉有焚天，有小兵应该能打过。他这 AD 的也是 AP 输出，伤害很高，他太肥了，九个头，我给他送了个800块，坏了。我再赶哦，但不知道能不能赶上。想 K 头是吧？我是800块，是400。他赚麻了呀，他妈他就100块，至少这波吃了400块，血赚。那边两个阿塔都没了，我靠，还是杀太慢了吗？可恶！屁股被掏了，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对面搞偷家了，我操，你管小炮啊，哎呦，什么盾？爆弹小子干什么呢？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吃个果盘。都是汗水啊，包的。大都没开，我靠，我都没有进入二阶段呢。双刀都没开，我靠，怎么说，要我给大伙复个盘吧，到底是谁的问题不知道，我只知道 ADC 先打字的，不建议的话我可以给大家开个庭啊，威武。行，我看看吧。ADC 先打字的，他说辅助没给他卡线。还没有到卡线问题。辅助往上走了他不打啊。也不能说 AD 的问题，可能是他觉得辅助会打。然后呢，他的意思是要卡线是吗？卡线，这波卡不了啊，这怎么卡线，他自己都要死了。应该不是这一波，下一波是吗？
这暂时没发生冲突，那看下一波吧。哦 ，ADC 不玩了哦，三人哦，这怎么卡卡个蛋、啊？哦，那就是 ADC 都干黑了啊，破案了破案了，直接不玩了是吗？哦，拿两个头一团都不玩了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。